本想给你报完仇，便离开穆家，但是娘竟被穆安城那个畜生给害死了。叶家大方，又对穆家虎视眈眈，我必须替你守住穆家。现在穆安城虽然已经被抓，但这么久还迟迟没有定罪。那个畜生为了保命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听说他在暗中打通关系。 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被放出来，我绝不会让他逍遥法外的。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，不好了！叶家传信说您父亲发病晕倒了。什么？我这就回去。 穆安城这个白痴，还以为能跟着他享受荣华富贵呢，结果被抓这么久还没脱身。 就这点证据，想让我在牢里关一辈子？哼，真是天真。从今以后，穆家就是我的了。安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自然是证据不足，无罪释放了。大少爷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不在的日子。 天都塌了。好了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真的没事了？我人都回来了，还能有什么事儿？大少奶奶呢？大少奶奶回娘家了。这个时候回娘家？是啊，自从你被抓，接着老夫人去世，府里乱成一团。 人家大少奶奶可回娘家躲清闲了，哪管得多！派人把她叫回来。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没看见大少爷回来了？还不赶紧收拾？是。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不是看你被抓这么久还没脱身，所以我正把这些值钱东西点到换些钱。 看去，警署打点打点，能不能帮你出来？果然，患难时可见真情。只要能救你出来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你怎么会被放出来？怎么，我被放出来，你不开心吗？没有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真是太意外了。 我可半点都没看出来你高兴的样子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之前我托人想见你都见不成，警署这边怎会如此轻易放人？我本来就是被冤枉的，警署查明真相，自然是要还我清白的。太好了，你能洗刷冤屈，可喜可贺。哎呀，老爷。 你看，你都瘦了，还是你未心疼人。没想到，他真能买通秦叔的人，还无
罪释放了。穆安城，既然警署制裁不了你，那我就去找金爷。我就不信这江城没人收拾得了你。你不是穆老板的夫人吗？找我什么事儿？让你发财的事。啊？说来听听。我会给你一个有机会大瞧穆安城一笔的理由。你俩究竟是两口子还是仇人呢？啊？想必金爷在道上听过当时穆家二少爷被绑架撕票的事儿吧？有耳闻，听说误抓了穆大少爷，后来证实了他的清白，便被放了。他就是凶手，证据确凿，只不过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被放了出来。否则有人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做这么大的事儿，您能不知道？当初我的确是调查了哪个堂口干的这不干净的事儿，结果没查到，就曾怀疑是你们穆家内贼干的。穆安城假装绑架二少爷，从穆家和叶家勒索了一大笔钱，然后残忍地杀了二少爷。这小子够狠的，连亲兄弟都下得去手。我知道金爷在道上最注重江湖义气，所以想给金爷一个劫富济贫的机会。二爷，您看这事儿。爱恨纠结交织出